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图是一月到八月进出口贸易统计的折线图。那出口贸易多于进口贸易，我们称为出超了；出口贸易少于进口贸易，我们称为入超。那么他问说，出超最多的是哪一个月？也就出口哈比进口哈多最多的那个是哪一个月？那蓝色部分是出口，啊，黑色部分是进口。那我们看哦，进口减掉出口哪一个最大？一看就是五月最大，这个距离最大。哦，有三个间隔啊，就300，啊减掉150，就差了150，所以是五月啊。哦，这是第一小题，这是五月啊，所以应该要选 B 哦。再我们看呢第二小题，它呈上题哈，入超最多哦，入超最多就是进口呢多于呢这个出口啊，多比较多的是哪一个呢？应该是这个啦，哦，黑色的比蓝色的多嘛，那多最多应该是这个，所以应该是一月，所以第二小题哈应该要选 A 哦，一月了。